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来到我们第二堂课的赖贴图的制作，我是郑老师。那我们的第二堂课呢，我们要来简单的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赖贴图绘制前的一些准备的一些工作。那我们赖贴图制作的话，它除了说我们除了说要会绘图之外，当然说你本身你也要对它的平台有一点点小小的熟悉啦。那我们首先赖贴图创作的话有两个重点要先去做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赖的那个创作者事迹，你这边一定要先去注册一下。那第二点就是说，因为说赖的那个创作者事迹这边，它的收款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国外的一个金流平台叫做 PayPal， 所以我们这两个平台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申请注册。那 PayPal 这方面的话，因为他要把它转成台币的话，目前有在受理这方面业务的银行台湾只有玉山银行而已。那所以说如果要使用 PayPal 账号将里面的钱转换成台币的话，一定也要去申请一下玉山银行的一个账号，这样子才可以后续来做一个收款的一个动作。那首先那个创作者事迹这边的话，他当然说他的注册其实没有太多的小技巧，最主要当然就是说他的那个账户是跟你手机本身的一个 LINE 的账户是绑定的，就是你的 LINE 的一个账户。那现在的话如果说你是还没有那个 LINE 的那个账号的人的话，可以用你的手机下载 LINE 做一个注册就好。他现在都有强制规定说要绑定那个电子邮件。那如果说你是早期注册的话，因为早期他没有限定你一定要绑定电子邮件，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打开你的 LINE 的那个后台的设定，这边它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手机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设定一下你的那个电子邮件的部分。所以电子邮件这边它有一个叫做其他设定，我的账号这边里面你就可以来做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绑定。如果说你没有设定的话，那你将来再登录你的那个 LINE 的一个创作者事迹，它一定会显示错误，所以这部分可能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去做一个设定。然后当你设定完成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 LINE 的一个创作者事迹了。那进入到我们的一个LINE Store 这边的话，移到我们的最下角那个网页的最下面这边，它就本身就有一个创作者事迹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图片，我们滑鼠移到这边直接的跟它做一个点击，然后就可以连接进去了。连接进来之后，它是一个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网站。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你就要直接的进入到它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注册请点此这边的一个按钮来进入做一个注册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已经申请完成的话，右上角它这边有一个个人页面的一个部分，我们直接点击进入，然后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来做使用。上面这边还有一些说这个网站它上面这边还有一些说关于说创作者事迹的一些使用方法跟贴图制作的一些规格的一个说明，如果说同学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自行点击来做一个观看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这边首先进入说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创作者事迹的话，它这边首先它会进入像这样的一个页面，这样的一个页面它其实就是要你输入你刚刚要求各位同学已经设定好的那个电子邮件的一个账号跟密码。那输入完成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说
请允许那个创作者试习使用你的一个个人资料的一个同意页面，那我们这边直接按同意就可以完成注册。那进入到这个同意完成之后呢，接下来他就会说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界面，说请各位同学说填写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那他资料前面有打勾的部分做一个填写就可以，其他部分倒是可以不用填写。那英文的部分的话，他因为这边还有要求各位同学填写一下你的一个姓名跟你的地址。那地址这方面的话，我们这边提供给各位同学说，中华邮政它本身有一个说可以协助各位同学把你中文地址翻译成英文的一个网站，大家都可以点击来做使用。那你的英文姓名的部分的话，它我们这边提供给各位同学一个外交部的一个翻译的一个页面给各位同学做参考，但是基本上我这边还是比较建议各位同学还是使用自己护照上面的一个英文名字，将来比较不容易错乱或记错了。好，那填写完成之后按送出之后，那就会有一封确认信寄到你的一个 email 信箱，你直接点击进去做一个确认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接着当你完成注册了之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平台里面来。那我们左手边这边有一个叫做账号设定的部分，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填写我们的一个 PayPal 的一个账号了。好，那我们这边就来简单的教一下各位同学怎样来注册 PayPal 的一个账号。那 PayPal 的一个账号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中文化界面，所以依着它的一个步骤来做一个注册申请其实就可以了。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注册的一个类别的话，要麻烦各位同学要选择特选的这个选项。我们这门课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拜拜。